他们一定是走那个风险比较高的路吧？感觉巧克力就是这样的人，就一般。哦，这个苦力怕，如果你没有他近距离爆炸，你即便穿铁装全套都会死、欸。哎，这 1.9 就是这么恐怖。那举盾呢？举盾的话会好，可是看是不是正面举盾。如果举盾的话，只会损半滴而已。哦，挺好的。如果是我侧边被炸到一样死啊。了解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要小心。哇，你们已经在洞窟探索了、哦？没有啊，对啊，因为不得已。不会吧？我是算不得已，可是我都有先仔细听一下有没有声音。哎呦，我这边也有啊，我这边挖到全是岩浆那边了、啊。哦，这么亮，这么亮，其实也不会生怪啊。这边岩浆这边，对啊，岩浆超亮的，岩浆很多，超暗的啦，不是超暗的之类的声音。就是没有跳讯息出来，是不是？对、欸。前面是钻石吗？我好像看到钻石啊。要绕过岩浆，要绕过岩浆直接倒水。没有，啊、是钻石。对。对啊，是啊，我这里有青金石，我先拿一下。我要先把旁边挖开，确保它是安全的。青金石要挖。OK。有两颗钻石，现在。那个要那个、哦、要插火把哦。有。经过。前面那个 ID 是谁？前面那个 ID 是谁？是我吗？是我。是我。你的火把插的不够亮哦。哦，好。火把插的不够亮，对，真的不够亮，就有点太少了。哦，等一下，这样怪身在你旁边会会死哦，而且、啊、对那个红石看到要挖。OK， 一些经验值。哦，这里好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现在也在洞窟里面挖哎、欸。因为我们真的是不得已进洞窟，你知道吗？洞窟实在太多了。对啊，随便挖旁边就是洞窟。然后我这边就两颗钻石而已，没有了。咻！哎，两颗钻石也就拿可以拿来做附魔台了呀。做了。有，我黑曜石已经挖好放在箱子了。所以要做了吗？要做了吗？所以可以做了。可以先产，可以做了，因为纸的话我这边有啊。那个钻石我这边有一颗，哇！但是我好像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了。我的天，不，这边挖的真的跟蚂蚁一样。你看一下能不能复杂了？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名字？可以看到名字的。有，那还好，那还有救。哦，我看到秋风了。好了，来，我放在这里，放在这里。好，把多余的铁放进去，你做一下装备。OK， 然后看一下。哇塞，我觉得这里也有。裤子、鞋子还有帽子是我缺的。哇塞！我觉得、哎、那里有枯弓，那里有枯弓。嗯，挡起来！他在看我，他怕的。不要怕！举盾！举盾走过去吗？要杀吗？我们隔着一片岩浆哎、欸。哇，这边又挖了一个。我把附魔台就放在箱子里哦。附魔师，哇！附魔师、欸，哎，好猖狂哦！太猖狂了、啊！直接放出来啦！哇、哦，直接附了啦，直接附了对吧？直接附了啊！对啊，有等级的就直接附，因为前面的等级累积比较快。我挖一下这里。好，我想说跑去哪里了？我在挖，就在这里。嗯，哎、欸，有人马上离开了。为什么有人跳了？跳，因为我们可以附魔的、啊。几天？不是这样吧？看到我们可以附魔跳了呀？不是嘞，看到我们可以附魔，有点惊吓，是不是？那我先附啊，能附就要附啊，不然那个，啊、不然做出来是干嘛的？对啊，我看一下能附些什么。保护一耶，我有个保护一了。我有一个防弹二，哎，要附吗？防弹可以啊，现在可以、啊。防弹二，我是防弹一耶，我附了一个防弹二。水中挖掘是搞什么？我就只好防弹一了，防弹一了。我还有一些等级，我应该把一些青金石放进去。我也来附，也来附。又是防弹。我们感觉好像马上就要 PK 了，已经在这边附魔了。20分钟多。都要以防万一嘛，都要以防万一。而且我怎么全是防弹啊？因为你很弹。防弹。我只有一个保护衣啊，其他全部都是防弹的啦。我鞋子附保护好了，保护衣先附别的啦。帽子，我先做帽子也保护好了，帽子也保护。我的剑呢？哦，锋利一，
太好了，裤子也保护好了，我全身有了，我全身都有了，保护来保护去哦，就可以去打打枯工了，真假的，真的真的假的？你要冲吗？冒险？你要冲吗？你要冲吗？你去你要冲？水桶啊，前面水桶不是有啊，在谁身上？有啊，在鬼鬼那。有啊有啊，不然我们多做几个嘛，铁到后面反正多的。我慢慢挖过去好了，我还是会怕啦，我很怕死。现在千万不能掉血啊，尽量不要掉血就对了。帽子点到水中挖掘，我现在可以水中挖掘哦。你们有人要水中挖掘的可以来找我。哦哦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水中挖掘我也有。哎，秋风，秋风，小心，小心哦。举盾，举盾。我不能往你那边走就对了，现在我不能走你那边。会怕，会怕，会怕了，会怕了，只有一个而已啦。希望他掉一些怪怪的东西来。哎、欸，他怎么死的？嗯，他怎么死的？他跳岩浆死了。你哦，你太帅了。你有损血吗？你有损血吗？我没有，没有。你按 Tab 键就可以看到他有没有损血了。哦，也是。开玩笑，巧克力现在也是哦，还是半条血掉了。哇，现在大家、欸、哦，秋风损血了，不损血了，他不可以。哎、欸，小心哦、喔，他偷偷的，偷偷的，偷偷的冒出来了吗？啊！他从后面冒出来的，啊、可恶！我被骗了，我以为他死了，我刚才看到冒烟，以为他死了。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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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就是太大意了，你这个是太大意了，大意了太大意了！我有苦力怕，苦力怕，我要去做一把铁剑。我刚才紧张之下还忘记举盾，啊，太好笑了！惨了惨了惨了！我以为我有举，我们能做 TNT 吗？哦、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要耍阴的就对了。还有血，你想要耍阴的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多火药。击退。哎、欸，有燃烧哎、欸，燃烧好吗？好、啊，燃烧好，很好。但是你千万不要被燃烧之后让它碰到就好了。对，你一定要燃烧药哦，燃烧药附，燃烧药附。有，但是燃烧是很好的。下雨的话就没效了。啊，对 对, 對, 對，不会下雨，不会下雨了，不会下雨，不会下雨了哦，好，不会下雨了，取消了。是啊。保护耐久耐久、欸。可是我们刚进来游戏的时候不是下雨了吗？哦，那个80分钟之后不会下雨了。哦，好的，好、哦，了解。哦，数过一呢。哇，不愧是老。这里还有可以捞一个水桶，我也来捞。这个洞没了，这个洞没了，没什么了。对啊，小一个，小洞一个而已。我们可以让那个、啊、挖一个黑黑的地方，让他们生。就是没有生怪箱，生怪自己做一个，自己做生怪箱。自己做，怎么样？你们有想吗？好像不错哦，好像不错是啊。对啊，我这上面怎么会有一个空洞在这？我们找不到生怪箱啊，自己做一个好了。哦，是这儿啊。你们有这个兴趣吗？好、啊，这样的效率不知道够不够高哎、欸。对啊，效率可能不够高。对、嗯，因为就是外面旁边空间还很多，它也不一定会生在那个空间里。说的也是哦。就怕它跳出来就对了。然后最后被他阴到了，这样被怪阴到、哦。哇塞，那就就直接是自己害死自己。对，真的得不偿失，还是比较像好的。哎、欸，我运气还蛮不错的，都两个保护，然后还有节制克星跟燃烧。我觉得我如果还有多的铁的话，我可以再多做一些裤子，多做一条裤子再去。我今天带了40几个铁回来了。哇！在烧，在烧。哇！我们有那个铁的大盘商。哇塞！那个不好意思，我用黄金跟你换，你要多少钱换？黄金好值钱的、啊，黄金。现在是我们的食物会够吗？我身上只还有3个牛排，我身上还有8个烤猪排、欸，我只有一个鸡排，试一下吧。对，会饿的话拿去吃。我是还有3个牛排啦。我这里箱子似乎不够大，是不是？我来挖一下煤炭。还防弹还蛮烂的、欸。也不一定啊，如果对方真的又是那个一大堆弓的话，至少还有用啦，可以挡他们。我们现在还有多余的金吗？我们这我这里还有两个苹果还没有做。哇，阿进吃到金苹果哎、欸！阿进吃金苹果这么快哦、喔？对啊，马上就浪费了一个金苹果了。嗯，其实我的血量也可以吃一颗多、欸，之后再青金石都没了。还有上面那个箱子，我丢一半回去，我丢一半回去了。OK， 我再付。我看一下，你们身上还有金吗？你们身上还有几颗苹果？我们把苹果全部做成金苹果、啊。我还有一颗，这边大概還可以再做一顆。我看一下，保护一的太好了。
水中挖掘，嗯。哎、欸，我突然觉得我这边有一些观众是从秋风那边来说，就会指导我、欸，他们超有礼貌的，超有礼貌，超有礼貌的，对啊，我不觉得他观众有这么有礼貌吗？我觉得一定是你那边就是懂的观众，然后来我这边，然后跟我讲说，嘿，你现在大概要怎么做，怎么做会比较好，所以就减轻我的负担，是不是？哇，他们的人超好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各位，我还是会玩的，减轻我们的负担。祥、欸、林那边还有甘蔗吗？甘蔗两个也做不了，种一下要不要种？要不要种？有时候看能不能种一下，这边有水吗、啊？对啊，种了可以付那个啊。对啊，我一开始有想说，有没有想要种水的话？有泥土，泥土我也有一些，种小麦之类的。哎、欸，我们有两桶水，可以用无限水啊。哦、欸，对啊，这样子就可以用无限水了、啊，太好了。哦，这里怎么会有岩浆啊？因为、水没了，堵掉了，水堵掉了。啊！因为他刚刚同时没有无限水了，同时用那个，然后结果就被堵掉。我们做了一些蠢事，我们做了什么蠢事？哦，这下面是那个，对，都下面这里。哎、欸，要堵掉了，要堵掉了，没水了。你们把水桶给找水，找水去，找水去了。我去捞了，我去捞了。哎，去捞两桶回来是吗？在搞什么？各位客官，他有默契也没有那么好啊！太垃圾了啦！是太有默契了啦！默契，这是什么鬼啦？等一下，是太有默契了，是不是？牛、不是只有牛奶，所以说 Toby 在上面挖东，在上面砍牛了。牛，真的？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不一定，也许是别人丢皮革给他，会不会？有可能丢皮革是不是也可以得到这个？好像可以。那就是要做附魔台咯，我们已经有了，我们现在我们已经有了，不怕不怕。对啊，我们现在可以穿着附魔装在他前面晃了。哎、欸，我倒是突然想到了，盾牌可不可以附魔？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附耐久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附耐久，是不是？要用书来去附魔。好吧，没有甘蔗，正想走回去的时候，欸、还是你要种甘蔗啊？外面现在是晚上啊，晚上那先不要，还是那先不要出去好了。应该没这么危险。看能不能就近挖一点能挖的东西。好了，我捞了三桶水回来了。哎、欸，还是捞到了，这么厉害。因为就在旁边，我们家不就在旁边吗？说的也是，也是啊。我们不就在河流旁边？好好，没有这么难啦，挖水没这么难，挖个水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对。讲的好像水，跟黄金一样稀有一样，跟黄金一样。我们现在真的没有黄金啦，好不好？真的要挖了啦。我们的苹果够，是黄金不够、所以还不急着打树。了解。我这边还有两颗苹果啊。我倒是一直有听到蝙蝠的声音呢、欸，是不是有个洞啊？旁边有很多洞，其实蝙蝠一直都在附近呢、欸，都是洞啊。对啊。我先把水已经挖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我知道我要去哪了。无限水就一个人做就好了，先把无限水做出来、啊。做完了，我做完了，我把两个水桶放在里面了。好，可以慢慢捞水。OK。好，我这下我走回来了，真的很好笑，真的就是好甘蔗忘了放箱子里，瞬间来种，瞬间捞到两桶水，原本的无限水都没了。对啊，本来可以做无限水的。本来是可以不用再上去一次啊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铁还有人有缺吗？没事没事。我现在没有应该是不缺了啦，都可以拿来做铁质铁的稿子了。铁针好啊，做一个铁针。铁针，铁针还是铁针呢？铁针吧。铁针，我看一下啊，甘蔗的生长空间好够 OK。好好好，希望能长快一点。骨粉哦，骨粉对它没用，真该死。骨粉没有用，骨粉没有办法催熟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没办法，对，没错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催熟甘蔗。铁针，哈记也掉了四格血了。哎、欸，巧克力的血又更要掉更多了，又掉了，可能他又多掉了，对啊，两滴、可能他有，他们就是想说，他们有那个金苹果够多，所以他不怕。这里是苹果不缺啦，缺的是金而已。對直接读心理战术。我们离中间还很远吗？还有100多格哎、欸，差不多。还没开始说的话，应该都还好了。对了，还没说。因为这边好像要穿过那个洞穴才会靠近那个位置。觉得要做一些火把。我们要穿过洞穴是不是？不然要绕一下。没关系，我尽可能往那边走好了。
为什么没有黄金了呀？真是够了。对啊，喷一点黄金给我嘛。我今天到现在还没有挖到黄金呢、欸。有，刚刚来到我就挖了十颗而已、欸，然后就没了。听到矿车移动的声音了。矿车移动？没有，矿车移动不是系统自动更新的声音吗？因为昨天，哈记就是有跟我讲。哦，你有做笔记。因为它这个 UHC 地图是把红那个指令方块浓缩在矿车里面，你说的是有可能，所以是我们接近中心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就是因为它会一直重置，所以，它就会有那种矿车声。哦，有可能。可是我才听到一下下而已，所以有、啊、哦，你说的有对，你说的有可能。啊、哇塞，笔记奏效了。笔记奏效，哇！笔记管有终于派上用场，哇塞，哇，好神哦！你刚才讲错的话，根本不像你会讲的，感觉好像不像我之前一样，好像吃了什么那个什么考前重点升学王之类的。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超像在准备学测的感觉一样。我惨了，我上课有这么认，太好笑了，我上课有这么认真就好了。哇，你真的很想赢呢。对啊，就做很多功课啊。哎、欸，新手有新手运啊，对不对？哦、对、哦，我们有新手运，我们有机会。看到你啊，黑鱼。嗨，哦，因为我想说，这里刚刚我有挖到黄金，在这附近我要看有没有。嗯，很大、欸。通常你那边如果曾经出现一坨的话，那一坨挖完应该是不会有的，因为它的岩浆是一滩水的那一种感觉。哦。我继续往中心挖啦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刚才的中心是在多少？226.16.00。那我的 Y 那个 Z 坐标已经到了，然后225再往前挖40个就到了。所以我们真的离中心非常近啊！嗯、哦，也没有算很近呢、欸，因为地图本身就不大了。哦，说的也是、哦。而且到中心点附近，你也要想，我们有可能大家都会想到中心点的洞窟，那就开干了。哎、嗯欸，对，挖到别人洞窟，我觉得最。因为大家一定都是在16层就是以下生活啊，差不多，为了挖钻石。嗯，怎样？哦、啊，没有黄金。哎、欸，那个米菲要死嘞、欸！真的还假的？欸、他真的耶，他跟三格半了，哎、欸，三格半，他会变最雷了。纸片也剩一半了。他们是遇到什么障碍吗？不知道、欸，没关系，这个赛后我们可以访问一下。对，赛后访问一下、啊。好好奇啊！还、欸、有又一个啊，纳吉吗？这个纳吉对纳吉，纳吉获得钻石了。哇，纳吉上次看到他真的好巨大一个，哎、欸，纳吉真的好高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第一次真的还蛮大的。那个小强唯一小鸟依人的时候，就是站在纳吉纳吉旁边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我第一次，我很少看到实况界就是有人比我还要高那么多，超高的。哦，对哦，黑羽是很高的。对啊，我没有那么胖啊。对。这样讲也是对，可是我也蛮胖的啦，最近。啊，是吗？你胖了。我挖到钻石了，我挖到钻石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哦。但是现在还缺黄金啊，我怎么一直挖到铁啊？对啊。欸、还蛮缺。很多啊。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、四颗，哦，很多颗哎、欸。真的还蛮缺黄金的。五颗。那我们应该每个人都可以有钻石剑了吧？七颗、八颗、九颗、十颗、啊。有，每个人都有钻石剑。真的假的？真的真的。也太多超多，超夸张。哦，四十分钟，四十分钟，这么久才四十分钟。我这边遇到黑鱼了，但是我看一下、喔我，我们原本的点在哪里啊？哦，原本的从那边走过去，一直直走就会到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回到家里了，我回到家里了。你们要一把钻石剑吗？哎、欸，有钻石剑会比较好吧？哎、欸，甘蔗还没长啊。你们要钻石剑，还是有人要拿斧头？我想要拿斧头。是假的，我还是想要剑呢、欸。因为 我也是想要剑，我放一半进去，你们自己选择一下。我不太会用剑。别人举盾的话，要拿斧头才能破盾啊。对啊，哦、所以我们还是好啊。哦、黑羽想拿那个斧头就拿斧头。好 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我们就要有一个斧头，嗯，斧头资源对不对？我一样付剑的斧头帮，斧头帮，然后就要开始斧头帮好吗？击退好吗？击退应该会哦。嗯，还好哎、欸，我觉得。如果你把他击退之后，他突然掏弓出来射你就不好了。应该把这些钻石应该是敲在里面，然后你们可以自己抉择一下。应该是没那么急退啦，因为要别人突然拿弓也蛮难的。对啊，急退一我没有付，那我洗掉了哦。只是急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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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打起来了，哇，开打起来了，哎、欸，而且这个死的是悟星，悟星被阿靖干掉了，悟星就被阿靖杀死了、啊，不会吧？阿靖真的很凶哎、欸，阿靖太凶了啦，悟星也很强哎、欸，他会不会是被阴的啊？巧克牌只剩一格，巧克牌。对啊，他们那他们是打起来了，他们被阴了吧？应该是被阴到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要就是比较常在一起。要小心了，我们要小心了，真的，对，我们挖矿最好都挖一起啊，聚一起会比较好。我没有，我要把那个钻石带在身上，我怕有人来偷了。我现在很怕。对，没错，钻石就先做了吧，钻石就先做了。你们先等你们钻石，我先配几钻石。好，配几黑雨配几，来配几有人被杀我们就这么慌张啊、那个被你吸走那个我丢出来了有点紧张，钻石要赶快附魔了，钻石要赶快附魔了，没有千金石了，附魔，我现在没有，我现在才五级而已，我现在有九级，杰之克星我要附锋利，锋利一，我有锋利一，钻石剑锋，我好锋利一钻石剑太好了，那个千金石再丢给你们。好，我觉得我直接先放箱子里好了，大家要的时候，应该现在没有那么快有人会杀过来了。还是两把合在一起变锋利二，数够一呢。现在锋利一耶，你要两把合在一起变锋利二吗？两把合在一起变锋利二，你觉得有没有必要？钻石够的话就付吧。钻石如果够的话，好像可以了。对啊，那先付，等一下再说。我看一下效率哦，都是效。啊、我有一把锋利一的嘛，钻石剑 ，OK 的。我也有一把、欸，要不要合在一起？嗯、那就合一起吧，丢给你了。那我再做一把。我没等级啊、哦，你没等级、啊。我没等级啊，需要多少等级啊？刚好够、哦。太好，那我再去做一把。刚好够，刚好钻石剑还能再做一把吗？还能再做一把吗？有，还能再做一把。我们差一个金，可以做一个金苹果。对啊，就差一个金呢、啊。我刚刚拼命的挖都挖不到。我作府那个剑给你，剑给你。我继续挖，我继续挖。那个我来，中心点是走这边的哦，要不要先来看一下？对，剑给你，剑给你。好。要不要来看一下中心点？等一下，中心点我是锋利一，好吧，就锋利一吧。我就锋利一了。我想是，背一下清楚的。哎呦！哎，在岩浆里游泳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会不会是被打到？而且被打到岩浆了。阿金要死了！阿金也死了呀！哇！他们打起来了！开始了！我看瑶也好像有在。被打起来了！不是，剩19跟瑶，然后那个谁，巧克白剩一滴，哇塞！19胜，哎、欸，而且好凶哦！他们打得好凶哦，我们怎么？我们是不是有新手运在这里？我们好安全，而且我们目前应该是唯一一组血最多的，我们唯一一组血最多的。耶、yeah ！我们先默许，不能幸灾乐祸，不能幸灾乐祸。对，好，来，身上石头太多了。好恐怖哦、有啊，赶快挖吧，赶快挖，看能不能挖到黄金了。对，缺黄金。我正在努力，我还可以再做一把钻石剑，你们有人要吗？哦，我缺一把钻石剑。好，又，我刚刚等级要帮忙要附魔，我还有，我等级现在有6了，对啊，我现在2而已。等一下，我附近好像有人呢、欸，有人是吗？等一下，秋风在哪？秋风在哪？你在哪？我等一下慢慢走回去，好不好？我现在按着 shift。对，有没有这么小心？我现在挖矿，哎，鱼骨的时候我都按着 shift 哎。哦，真的吗？我鱼骨很顺的，直接就一直按着往前。我刚刚就直接一直往前。我鱼骨一直按着 shift 哎，这样挖效率太低了啦。他很累啊。我很怕死的。哎，我们哎，我发现我们，因为我们四个人死了超小心哎。对啊，其实你死了的话，应该很容易就会得到最雷的那一个。我不要、现在已经有人死了，这里又有青金石，我挖到青金石哦。因为秋风是那个吧，参赛经验最多的一个，然后如果说又莫名其妙死掉了，一定是最累的。我差点被历史压伤。这里会哭，果然很雷的感觉。在窒息死亡有点那个、哦，有点丢脸啊。哎，换一下，11，给错了，这一把给你吗？那把给我们。哦，给错了。好，我来吸。我们三个人挤在这边干什么？对，三个人都挤在这边。钻石剑给你。哎、欸，那个附魔剑呢？附魔剑在谁那？附魔的吗？
对，附魔的。我这里有一把附魔一的锋利的铁剑，钻石。哦，没有找到。铁剑。